你给叔叔说你叫啥？你说我叫王萌萌。大萌萌。你说我今年2岁了。大概2岁了。叫萌萌嘛，快说！你说我叫萌萌。萌萌。你几岁了？几岁了？你说我2岁半。爸。2岁半。爸。哎，你给叔叔说爸爸干啥去了？爸爸打工了。那丫丫干啥去了？丫丫上学了。好。那你下来，你下来，把那个玩具给妈妈拿一下。去把那个黄玩具，这儿，桌子上，那桌子上给妈拿过来，快。嗯。桌子上给妈拿过来。你说这是勺勺。给妈妈。给妈妈来。好，棒，那你给妈放一个，棒。